这个我觉得不错，你是觉得这个很像比较不错，这样你们这边这个，好，那这里我们选这样子，那如果厨房的话，那个是不是正直的话呢？可以吗？厨房哦，我觉得有点单调，你觉得？可能我们的墙壁我们要换换颜色，因为不然它变成这个。对对对，那我们还要放些阿文呢。哦，可以放点装饰品在这边。对对对，小安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那我们就说叫你们这样说就改好吗？好，那我们下次见。谢谢你们。真没咖喱的，我们是这样子的，是哎，是不是倒到这个？这个公司，丁丝，冻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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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冻
你不要走，你先过。OK，OK，OK，先过。你OK啊？OK啊。刚刚谢谢你哦，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哎呦，小事情啦。可是你刚刚看起来很紧张，是不是以前有发生过不开心的事？ 从此之后，我就很怕给别人知道我来月经，因为我觉得他们会觉得我是不干净的女生。哎，这不是件羞耻的事情，羞耻的是他们的人性。下次我们再遇到这种事情，我们不应该向他们低头。来月经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，我们不应该因为这件事情而感到害怕还是丢脸。所以答应我，我们一起当一个勇敢的。